Athena 係我哋新嘅 marketing executive， 你介紹下自己啊。大家好，我叫 Athena， 我啱啱今年畢業，多多指教。今日你第一日翻工，嚟紧咧我哋会推 Synergy 嘅维他命 B3 精华，你试下帮我执下份 FAB， 执靓仔啲啊！我搞定了一份 B3 啦，我 send 咗 email 俾你。B3 廣告除咗落呢 channel 之外，仲有冇啲新嘅 platform？ 最近有一個幾 hit 嘅 platform， 我哋都想試一下嘅，可以 join 多啲新客。咁仲編一份 hard copy 出嚟。你錄緊音俾邊個啊 ？Erica 開緊會喎。Erica， 不好意思，我 send 咗。你覺得我會聽你呢兩個 voice message？ Sorry 啊，因為我啱啱做好咗一份 13% 嘅 FAB， 想俾你睇下 O 唔 OK？ 艾斯，你成朝就係講一啲的的了了冇 value at 度。你知唔知呢一份 FAB 係產品嘅靈魂，係前線同事嘅銷售天書嚟㗎？用字要準，簡短易明，唔沉氣，仲可以加埋啲臨床實驗數據同埋圖表 before after 相。總之，如果我睇完呢份嘢，好想買呢個產品，你就成功了。咁你知唔知 Synergy 維他命 B3 13% 有咩賣點？高濃度13%維他命 B3 原液，仲係德國醫學級，可以刺激肌膚增生分子釘，保濕、控油、去黃、膠原自身一剔過。翻工幾忙都好，都要搽維他命 B3 去黃，令塊面可以又白又有光澤。有得揀，梗係唔做黃面婆啦！Meaning Mart.